好，首先他在哪个区间想当网红圈、地球圈的超圈、国外圈。好，那个想要毕业奖章，虽然是在断档后用不了，要毕业奖章。好，我的目的不是在叫你们从那边感受一下而已。好，放到这里了。到我们记的时候用小刀劈哦。哦，劈。对不起，我爱你。对不起，哦，这要剪脚，脚要剪起来，变脚刀哦。那我们不用，我们就直接撤掉啊。哦。来，再劈劈来。来，收劈。哎。好，来，六个小刀打，开始。双手打，开始。好，第一个夹角哦。好，看到这里来。好，注意看哦，比如说他要打我的手，两边中了。好，这是夹角，夹住方向，对着他的胸，对着他的心窝，捏到夹角，夹二踢往下。踢的时候注意臀部，看我的臀部。踢的时候踢，臀部往外送，大步。好，这是踢。好，第一个夹角，一、二、三。一、二、三，好，踢在腰部上面。好，好，第二步夹脚。嘿，嘿，夹脚，双脚伸好，背，好，很好。
看我的腰哦，今天注意我的腰。哦，队长动作在这边，我记住我的腰。哦，这个腰，收进去。哦，这个腰要举得像麻花，臀部往里面，往里面卷，腹往外面翻，脚往外面翻。哦，看一下，跟麻花一样。看到没？看到没？哦，臀部往这边送，脚往这边翻，全部用麻花的，麻花的。好，记在这里吧。好，我的脚踢过去以后，注意看，我臀部往这边送，麻花，看懂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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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好，再次哈。来，直接用我真的。哎，呵二，你要快点推他。哎，那个我有干一万个。你的脚刀在什么地方？